天下午举行中国篮厨艺班结业大赛，请各位爸爸准备一道拿手好菜，把所需的食材列出，组委会将备好食材，等候你们的到来。完了完了，考验爸爸的时候到了。What？ 哇，哎呦，天哪！干什么？随着一场厨艺大战，《爸爸回来了》第二季也将落下帷幕。有泪有笑有欢乐的《爸爸回来了》捧红了一众明星小孩，名字怪怪的恩恨也是其中之一。身为杜江霍思燕之子，恩恨新照片一经放出就引来了网友关注。照片中被韩国火称为 FV 有范儿最小嘉宾的恩恨，斜挎两只大书包却一脸淡定自若，甚至不时将背包挽起，一副模特范儿。有网友留言称和恩恨有同款布包，也有人不忘毒舌道果然手臂也短呐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